明日こそ決死の戦。パ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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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六大江安。殿下は俺が守ります。今天要来玩，回应回应回应。八八八八点六大江安。今天没事没事，马上尴尬，马上破功，马上漏音啊，没事，自己看自己的台，很合理，好不好？八点啦，大江安，今天我们要来玩的呢，就是这一款《失落的龙伴》，这是一款任天堂跟一个手机制作团队合作的一个游戏，那个制作团队他们也有出，我之前有玩的就是那个暗影师章，暗影师章那也是这个手机公司制作出来的，任天堂制作出来的手游，点赞好不好？点赞，我才没有那么喜欢玩任天堂呢，对不对？才不是连 Switch 都买了，怎么会呢？才不会一直玩任天堂呢，好不好？那这游戏呢，一进来，其实最让我惊艳的就是它的 BGM。因为他的 BGM 真的还蛮好听的，很厉害，而且是不是那种一般的配乐，有没有？还有那个唱歌人声，就觉得更棒。那感觉啦，因为我现在只玩到第二章，第一章的常驻的音乐跟第二章就不一样，所以说不定每一个章节都会有一个主线的 BGM，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很不错，好不好？真的，他的音乐真的很强欸，我是还蛮喜欢第一章的那个音乐啊，欸，不晓得会不会回去第一章节会不会就换，这样可以吗？感觉还是第二章的啊，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来为各位介绍好不好？来，马上去玩就知道。嘿，其实我最强的是一个黑人。有没有？那第四只黑人，只是那个画面中一直让男生走路，我就觉得不开心。好吧，黑人很棒，但是如果是女孩子，我更爱，因为我是男生，对，所以我的角色还是换了。好，那所以这个关卡大部分是要风属性的，我看一下，呵呵，风属性的。我这个主力是水属也还 OK 啦，就直接 go go 吧。反正等一下再切换就可以了。剧情到第六章就没了。不过还有很多活动可以刷，而且章节有可能会一直在出吧，对不对？有可能是现在只开到第六章，我还不确定啊，我只玩到第二章而已。因为真的还不错，就慢慢玩。来换成，会好会像武士一样的，有没有？它是直接在画面上可以进行操作，那你点一下就攻击一次。那你可以多点几下，它就会有一个连段的攻击的那种概念，有没有？哎呀，还回去。那如果呢，你学了一些技能的话，还可以按住，有没有？就蓄气攻击，而且它蓄气攻击会看你脱衣的方向，你是往后，它就会往前，然后再过去。它自己本身也有技能，那最关键的，当你打怪打越多，它就会累积那种像是怒气值的概念。然后呢，就可以变身成龙，龙上身，好不好？非常的酷。那角色都是可以自由的切换啦，我们这边他上那个战场就是四名角色一起上，来，然后也可以会这种滚动闪避。哎，喂，有没有看到刚刚的滚？很明显的，怎么样？慢半拍，哈哈，马上被打到，马上破功。来。你看每个场景的 BGM 也都会不同，就觉得我好喜欢啊，玩起来很爽。我觉得一个游戏啊跟电影啊都是一样的概念，关键是什么 BGM， 好不好？影片也是一样，看我们的影片，对不对？都要瞧那个 BGM， 如果不小心呛了，那 BGM 忘了放或者没放到，那大家都觉得今天的影片感觉不对。来，这叫做失落的龙伴，标题都有，我刚刚有贴连结，想玩的都可以去 play， 好吧？BOSS 战咯，马上，等一下就给大家看看厉害的部分。好 ，BOSS 的音乐来了，这首我还蛮喜欢的。BOSS， 先溜溜他，基本上我是可以轻松打了，因为我的实力。
有稍微练起来了。我躲，那个其他人伙伴被打到就跟我无关了，好不好？嗯，我也不想你被打到啊。来，伙伴的力量，然后呢，变成，变成龙，风属性的蓝龙。想不到我一变成龙，他就直接死了，好不好？这个我的实力太过非凡，我也没有办法。他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再去装置那个变成龙的部分，就是他可以看你游戏的主线会获得龙，会跟龙签订契约，然后呢你抽也有可能会抽到龙，像我刚刚的是风属性的龙，还有火龙，还有水龙，各式各样的龙。不需要好友，我孤单一个人。五星角色抽到谁？那黑人啊，很帅啊。什么很衰？什么很衰？很帅好不好？帅，一定帅。来，我们先把这个第二章节的第一篇打完，因为第一篇打完就会有开启很多新的东西、新的设施可以用。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来 play。说歌好好听，真的，我就觉得他 BGM 很棒。他这个游戏画面一定会截到那个上面杠杠的部分了。还是我可以拉大，利用拉大的方式，利用拉大的方式哦。哇，巧克力是实况新手终于会画面的拉条啦，好不好？不要再看电量了，没事，我们继续，电力减少，不让你们看。那他的游戏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棒，就是他的自动攻击，而且他的自动攻击不是你想的这么的单纯，好不好？除了这一般的自动攻击以外，好不好？少来喽，随时，我看什么画面啊？我不好意思，手机只能卡到这里啊，线不够长，好不好？这个手随时往下一滑。马上，有没有看到那自动模式 stop？ 所以你可以随时的、自由的去切换，因为有时候自动攻击它可能走的路有可能是最短路径，直接跑去打王。当然我自己判断，它大部分还是会去找宝箱。可是有时候你看箱子就不打了，对不对？你就可以马上来打个箱子，然后让它自己去走。我就觉得这自动战斗很棒，随时都可以自由的切换，不用一直点。来，哎呦，冷静啊！我的那个融化还没好啊！哇，我没办法融化，看来只好凭真本事。来，抽到的五星角色，不跟你们开玩笑，是什么？狙击手，好不好？狙击手，远距离，啾啾啾！你有没有看到 BOSS？ 我完全没看到，远距离，啾啾，看到了。等一下，这招我还不太会用。哈！剑鱼，有技能，又来了。我都还没有变成龙啊，你就挂啦！哇，我真的很想让大家看看我变成龙然后帅气的一面，但是想不到我太过坚强。没问题，好吧，继续玩下去。申请到好友，好吧。做个朋友。噔噔噔，是不是今天有啊？今天开台啊？今天来玩啊？哎呦，这样子就完成第一章节了。这样应该有开启新的吧？第二章的二之一。二之一，所以还要再完成下一个才是。好，我当初误会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也会看一下剧情，那剧情我觉得也还不错，所以我剧情之前一直都有看，所以现在就陪我看一下，是吧？稍微剧透一下你们，可是就怕你们被剧透，好啦，我自己之后再看 ，skip 掉，真是拿你们没辙，哎，优质实况组，谢谢。那剧情我觉得都真的很有 feel， 那种王道漫画的感觉，你可以以看漫画的角度去看，然后当然都有他的日语全语音配音，所以就觉得看得更爽。然后你看，在游玩剧情的部分也会获得角色，所以如果你觉得啊都没有抽到好角色啊，或一开始没得抽啊，其实一开始还有最近有活动啊，都有可以抽，
对，那你就觉得啊，没抽到好角色，还好吧，剧情也都会给，所以还不错。那我们现在哎，有了新的啦。哦，这个是素材。哎，我之前都下载完的，说还要重新再下载。哦，团队随机组队好了。哎，要不要晚一点？好，你们现在玩应该也来不及玩到第二章。如果我们之后再来挑战，我们就可以现在，有没有？马上跟你们组队。哦，已经这么快就好了。那好。之后可以创个私人房间一起组。他这第一次应该是介绍，因为第一次这个组队，失落的龙伴还不错玩。干得好，请多指教，干得好，请多指教。有没有？这就是一个人派出一个角色。原来这样，那可以换吗？哦，不行，大家各自控制自己，好吧？嗯，各自控制自己。喂，Koneke，不过这很明显，他们这应该第一场，所以他们应该是介绍的电脑。嗯，看他们都聚集在我旁边，然后跟着我走。哎呦呦，冷静啊，孩子们。喂 ，OK OK， 感觉几乎都被他们打光了。不行，要由我来打。好啦，好啦，用力用力用力，转转转转转，想打我？这只有干掉干掉干掉，有有有，技能稍微可以用了。放个技能，哎呀，直接获胜，大家一起嗨起来，好不好？什么台主混分？我在这其中扮演着关键灵魂的角色，对不对？一看就知道，都是靠我。随意说，随意夸，啊。噔噔噔，这样我有没有办法去挑战更强的？不行，战力不够，战力要到达比较高才可以去挑战。活动，那它最新的活动呢，就是这个设施活动——新龙树下。那么我们来看看。嘟嘟，来来来，这个活动会是怎样呢？然后，看故事的时刻到了。你看，全语音配音，好不好？整个就是非常的有什么代入感。群星呐、啊，奇迹之夜定来访。ただいま帰りました。欢迎回来。精灵的配音真的每次听都觉得挺可爱。主角有没有像我长得一样帅气？谢谢，谢谢。刚好配合的有没有？最近圣诞活动。キラキラ？どういうことだい？まさか。快到了。Merry Christmas。这个活动我记得它还蛮，就是等一下可以看那个时间，就是最近的这个时刻，好不好？圣诞节对不对？手游当然都要配合的，《新龙记》。我感觉这游戏，手机游戏不是很多都会跟那个动漫搭配吗？我感觉这游戏超适合跟《妖精的尾巴》搭配了，好不好？我觉得任天堂可以去洽谈一下。对不对？妖尾也是很多的龙啊，有没有？还变身龙，火龙王都可以来了，很适合。哎呦，这只角色目前我还没看到过，所以这应该是主线后来会出现的。我喜欢他，直接说。为了庆祝巫女，讲故事了，讲故事了。满天的星星。そのことから、巫女イリア誕生の日は星の降る竜の夜と呼ばれる。哦，你知道我刚刚原本想说男生配音，就想要快速的点一下，是不是他配音还有 feel？
その日を祝う祭りを青龍祭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青龍祭的理由厉害，我没有再特别注意配音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如果你们喜欢配音的话，感觉应该都找一些蛮厉害的配音人员，那直接就好有代入感。吃些好吃的，刚吃完晚餐，喉咙还卡卡的。青龙树下互相召唤礼物，应该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吧？克拉尔。对不对？那个 feel 就是一般人会喜欢的。哼，我才是不会这么特别爱他呢。我喜欢的是大姐姐。刚刚的那个大姐姐呢，叫她再出来。兔子，像是兔子耳朵哎，那个。哎，这个。木木。看他的耳朵有没有感觉不像是人类方的。蛮期待的，这个剧情我应该也都会私下慢慢的去玩。他们也要互相交换礼物吗？重头戏，你就过来。哎呦，糟糕了，没关系，由我们来上。哇，下雪。把装饰品和礼物都偷走了，圣诞快到。魔獣に奪われてしまったんです。聖竜祭に関わるもの。会不会有人背后控制着魔兽？我一个人，我都没有人要跟我交换礼物，没关系，我可以控制魔兽。去吧，把所有的礼物都带过来。真凶已经被我抓到了，好不好？一定就是一个边缘人。来，我们看下去。无法记住了。小妹妹在难过，不能忍。小女孩乖，不用担心。有我在。哼，正常で青龍祭のパーティーを開くことにするよ。哦。そこへみんな招待するから。去追捕那些魔兽。本当さ。也有，我们也会去打打啊，也会打打。奪われた飾りやプレゼントも取り戻す。正常の中なら、また魔獣が襲ってきても、俺たちが守ってあげられるしね。不愧是勇者。だから、对不对？泣かないで。勇者怎样？大家东西被抢走，不用担心，我去抢回来。抢回来，哎，不是，不要，别拿走，我是勇者，放在我这，我保管，好不好？怪物来，不用担心，有我在，我是勇者。对不对？发现你们的，你们会被夺走，好吧？勇者，你们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就会保护好，好不好？勇者，所以大家那个户头，好不好？都可以写下来，我可以帮你们保管。勇者，警察会不会来抓我？巧克力勇者，对不对？完美，完美。新龙记，然后对，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建造新龙树，哇！好，所以就是去打魔兽，取回装饰品。兔子族哎。よし、みんな奪われた飾りを取り戻して、城に青龍寺を建てるんだ。城に青龍寺をなくれ。来吧。楽しい青龍祭にしましょう。哇，哎，还有圣诞服装，这活动也太棒了吧！然后有没有要慢慢的收集装饰，来去强化圣诞树？不是圣诞树，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什么？我们要说对，新龙树，好不好？什么圣诞树？新龙树。OK， 了解。来，我们就来挑战。获得新龙树了，它这游戏呢还有这个圣城，就是我们的城堡。那在这城堡这里呢，就可以去做一些建筑。所以我们刚刚应该获得到了新龙树。放在哪里好呢？
啊，就正中间，对不对？帅，帅，所以我们就要持续的去让喂食有没有这些装饰品 ？OK， 没问题。那这个建筑的圣城呢，有没有也可以盖这些？还有可以盖各式各样的 啊， 我目前为止生产的就只有矿山，它就会产钱，让自己的钱增加。然后之后还会有这些什么各式各样的祭坛可以去创造，还蛮酷的。然后哎，这里什么养龙区好不好？我们对不对？抽到的龙或是在游戏过程当中你会获得到的，随着主线获得到龙就可以在这里。然后有没有还可以更换？干嘛？送礼给他们，培养感情，感情越好，变成龙的时间就会越久。这个是小火龙，好可爱哦。嗯，还有这个蓝龙，刚刚有看到过日龙，都是小只的。好，平常常住的还是这个碧之龙，爷梦加德，六大龙之一。随着主线，你们就会知道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去挑战吧。看一下时间，到12月27号。这段时间别错过了。对不起，我一直跳出来，因为我刚听到还不错的 BGM。这就是一开始的那 BGM， 我超喜欢这首的，就特别有活力。台主刚刚很小只哦，因为不同的角色你变的装的那个龙不同啊，我们刚刚变的是小只的。好不好？来，这首是不是很有那种跃动感？我就觉得很不错。好啦，那我们来去挑战这个蛋，好不好？新的任务，哇，24等，大，来了，由我 carry 你，好吧？我 carry 你，24等，我差不多啊，真的，我等级跟你差不多。马上！哎，你不能这样，我只是当漏一下就满了，有没有？就是一般的，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第一关，对不对？其实是可以干嘛？自己来，好不好？绝对是可以自己来。但是呢，自己来太孤单了。我们绝对只是因为希望给大家看看。团队四个人一起作战，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现在没准备好，准备好可以，不用怕，不用怕，来，我战力520呢，520，好不好？我的伙伴520呢，我的战力跟伙伴都差不多，绝对没问题。有的巧克力下载完整数据了吗？我之前有下载了啊，可是因为它。今天还是昨天刚更新这个新的活动，所以新的活动还没下载而已。有了有了，大家一起上，来，谢谢。激战，哇，这刺激，哇，辛苦了，哇，你看，哇，这个树漂亮，哦，这个打得很火热哦。我们大家都往下走，跟随人多的一方就对了。哦，这里拿宝箱，捡宝，没问题。我已经怒火燃烧啦，等一下可以变成龙了，好不好？来，后面的跟上，别落单了。哎呦，哇，好帅哦！他是冰龙吗？他怎么还先变？还没打完就先变了，这么帅气！我 boss， 好可爱。不行，我怕 boss 被秒。我赶快变！啊！等一下，大，爸，你怎么在这？爸，是我啊，我是你孩子啊，爸。那个火龙好帅哦，好不好？我们成功了，这个团队靠我刚刚变成了火龙。给了 boss 关键的一击，那尾刀虽然被队友给捡走，但我觉得没关系。
都是好伙伴，都是好伙伴 ，OK 的。巧克力都在耍废，没有，我刚刚其实用心良苦。我把笑容送到大家的脸上，对不对？他这个说的太好了，哎呀，100分啊，嗯，没问题。啊，我受到伤害了，可惜。奖励，获得 mana。好。哎呀，这个哦，好伙伴，好伙伴。我认可你们，我认可你们，你们都可以足够够资格成为我的好伙伴。他的伙伴已经太多了，嗯，不错不错不错，获胜。好，我觉得刚刚那些人，他们需要我多多的帮助，所以我好不好再度开房。相信他们会过来的，快来快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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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就尴尬了，快来啊！有没有人在玩啊？有没有玩很多的？赶快来，佳佳，没有人进来啊！大家快点来。那有时候其实会这样，就是，哎，稍等一下，自然，对不对？大家就会来了，好不好？刚子大家在犹豫。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一票难求啊，哎，线路整个卡住了，大家都很想要进来我这个，因为我战力什么520啊，对不对？520的战力，大家都在哇，好想要跟我一起玩游戏，就忙碌了，卡住了，马上对不对？伙伴就来了，不跟你们开玩笑，什么边缘，一切都没有这样的发生，对不对？有有，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要好好努力啊，好不好？或者啊，有没有有没有？我打一下怪全死了，喂喂，不是不是不是，你要在我打的时候跟着一起打，这样就会显示是我打的。队友队友，好，哎哎，我干掉一只了，宝箱还是我来辛苦的拿，哦，真是苦了我。哎，没关系，我们就不分你我，不分你我，好不好？哎，没问题。哎呦，哦，哎，我以为他那时间点不会戳。啊！我先干掉这些。哎呦，哇！你看，还是由我来解决的，没问题。哼 ，BOSS， 来战吧！哎呀，怎么变得好丑？我想要雪人。啊！复活！哎、欸，有有有，扫过去！哇，队友好帅啊！那是冰龙吗？好长哦，他超长的、欸，哇，酷！他变身的时候，其实你要在怪的旁边变。那、啊、我刚刚是有怕我再不变就来不及变了，因为你在他变身的时候就会有范围的伤害，嗯，又 K 了一场，哇，辛苦我了，辛苦了，还可以，还可以。成功将笑容送给大家。这一次我感觉我应该，哎，未受到任何伤害，还是这是团队的？我感觉我刚刚好像，哦，我刚刚有被戳到。好，对，我刚刚有被戳到。哼，你们这群人，我感觉你们够资格当我的好朋友，没问题。眼睛一对上，对不对？就感受到。对的人，你们就是我的对的人，可以一起玩啊，当然可以一起玩啊，你们看我现在都在跟你们一起玩的吗？圣夜使者，好，我们等一下现在玩，跟你讲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直接就有送什么，我还没有领，在哪里，我今天刷了这么多了，我已经玩太多了，玩太多了，找不到礼物了。哎，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好不好？现在都有这个10连召唤券，所以等于就是你们可以刷手抽的意思啦，好不好？所以10连召唤券，马上给你们抽抽看。等一下，等一下，很紧张，很紧张。
我愿意。还有什么？哇！我愿意。哇，这是哦护符。所以他这次主要就是护符跟这两个圣诞角色。那有龙吗？没有，这次的主要就是这些。好，好。其实每次大家都会发现什么事情呢？我的运气其实是很强的，好不好？其实这个还蛮 easy 的，就是你心中想着你想要抽的是什么。克拉尔来了，给你们看，说中就中，谢谢，谢谢，谢谢，中了！看到这画面没有？中，绝对中。我感受到了，你们感受到了吗？绝对有克拉尔，在那三个金色之中有一个就是克拉尔。哎呦，有龙有龙，三星的，不是你不是你，这感觉都是那种普通的龙。哎呦呦，啊、好，他好帅哦，关键不是你。还不错，还不错。哎呦，这是护符吧？森林与湖畔之歌，星落之夜的晚餐，这感觉也太好吃了吧？那个圣诞节会不会吃这个啊？哎，金卡就是这个了。孩子们的新龙记，哎，这是不是刚刚的那个关键卡片啊？我好像抽到，我觉得我抽到大奖了，哇，自己这样讲。但是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大家还没结束，关键要来了。哦，四星的天鹰，哎，这只感觉还不错哦。不是不是我，不是我其实这样的，这里面的大奖好不好？这个天音其实有没有什么天精神的雷击，这其实特别特别厉害，这只角色很棒，好不好？那观众赶快说这只角色很棒，很棒，奇迹之神子，不跟你们开玩笑啊，奇迹之神子，这只角色真的很强，我可以感受到，而且又是妹子，好不好？奇迹之神子，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啦可以啦，我没中，有中啦，其实我想要中的就是吃晚餐嘛，对不对？对啦，是啦。星落的晚餐，好像都不是我们刚刚抽到的东东啊。嗯，怎么会这样呢？哎，这只是我刚刚抽到的吗？孩子们的新龙记，哎，对不对？星落之夜的晚餐有啦，我也是有抽到小奖的，好不好？小奖我是有抽到，因为我总是怎样，人呐、啊、太好了，把大奖留给你们，我怕我把大奖都抽完了，那还得了，好不好？那还得了，好吧？这真的不遗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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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遗憾。真的不一样，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来全领。我记得我之前应该是有吧，埋个梗，埋个梗，等一下看全领有没有足够资格抽，好不好？可恶，哈哈哈哈，没有，对，大奖都是留给你们的吧，大奖都是留给你们的。ここはいい景色ですね。你看克拉很棒啊，克拉很棒啊，那为什么不跟我走？一定是我刚刚嘴过他。好啦，来升级一下，所以这可以让什么大家的水性角色的 HP 加加。对，我们应该，哇，我的五星又是那个
黑人弓箭手。不行，我刚抽到的，我一定要练他，这样才显示的，对不对？我抽到的是很厉害。龙族也可以提升的，龙树果实，强化龙族。不过目前也还不太清楚我的哪些龙会比较强，或者是我之后还会抽到更强，所以先不升，先不升。刚抽到的是克拉尔，这个主随着主线的经过，其实就会获得到原本的克拉尔了。只是我想要的是大奖的克拉尔。可恶 ，K 四星欸，四星值得练吧？值得啦，我觉得值得，还是光属性的比较少见。我刚刚抽到这个，欸，对啊，你看这也是这一次活动的小奖，好不好？小奖，厉害，我还蛮厉害的。好，来给他提升一点。我现在脚是主要几等？十几等。就先把它喂的跟我们其他角色差不多等级就好，全部给你啊！哎，我按错了，不要，我知道，他现在在诱惑我，一直不小心按到那个召唤。嗯，来来，强化，只是强化而已，冷静，冷静，慢慢来，好吧，天音。但队伍应该可以换，五藏你下去啊，来编列一下，哎、欸，编列编列编列，好啦，用队伍二自动编列一下。さあ、ハンチングだ。想要把五藏换掉，五藏妹子呢？我的妹子呢？我、哦、在这里，一整个枪，好不好？马上来了，马上来了，都先自动了，这样比较简单。OK。OK， 妥。你知道这个团队就只差五星的妹子了，我们等一下一定可以有机会再抽到，好不好？我相信我自己，没问题。对啊，前期的那个石头都还蛮容易取得的，所以你如果前期要想要刷手抽之类的，是可以去好好努力一下。来，圣夜使者。大奋斗！看着右上奖励，很想点开。我都喜欢存一大堆的。听我说，大家一起开 party！油断はできないけれど、みんなで楽しい清流祭にしよう。哇！話は聞かせてもらったぞ。Party 王吗？アレクシス、君も協力してくれるかい？剧情我还没看到，大家看起来应该就是。普通であれば許されないが。加成拜托，君王半死通常是不会允许。啊，他是王吗？唯我独尊之王。失敬失敬，这个名字。唯我独尊之王。哎呦，刚刚的抽到的妹子。王国女王。对，海琪也是前国王，沉入沙漠之国的女王。哎呦。这样感觉我也是王，巧克力岛国之王，唯我独尊之王。什么要素呢？圣夜使者。
三メテオールっていうのは就是我们没抽到的盛宴使者吗？ミコイリアの誕生を祝い。又来又来。他这个说故事，这个 feel 超会。その中に一人、ミコイリアとは会わずに、哇家の前のモミの木に贈り物を送礼物的。その人物こそ、圣龙。聖龍エルシュン。伊利西アルトの逸話が伝えられている。そして300年の後、とある国の慈悲深き王がその逸話を招いて、变成像是圣诞老公公有没有？挨家挨户的送礼物。王は自らトナカイの角をつけ、エルシオンに扮し、把驯鹿的角戴在头上，很可爱。民はこの贈り物に大喜び。この行いは後世まで語り継がれることとなる。盛宴使者。プレゼントを配る。好吧，我也希望所有的小乔客都可以以此为目标，大家都可以当盛宴使者。那我就当那个收礼物的人就好，毕竟你们对不对？你们是盛宴使者，你们要送礼。如果没有人可以收，那不就糟糕了？我就辛苦一点当那个收礼的，好不好？你们全部都当盛宴使者，对不对？那你们送的对象就很单纯，就只有一个，就是我。哎呀，皆大欢喜啊！啊，看到了。哎，どこが？哎，ここだ。そこでだ。この我が三メテオールを引き抜けてやるのではないか。争着做盛宴使者。我直接让你们当。哇，用心良苦啊我。有时候想打喷嚏，说要送礼物就打不出来。嗯。やる気があるのはいいことだし、任せてみ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もう甘いんだから。甘いんだったな。サンメテオールアレクシスか。一体どうなることやら。啊，所以他真的当了，感觉他就会送一些奇怪的东西，不然就是敲门都在乱敲，有没有？很大力的敲。アレクシスって、なんだ？その送自己的頭像、頭那個銅像嗎？どうだ、良いものだろう。完了。そんなもんどうするつもりだよ。挨家挨户送这个。民へ送るのだ。没有人要啊。そんなものもらっても困るだけだ。超困扰。てか、それどうした？職人に作らせたにしても王子から受け取った準備資金を全額つぎ込んだぞ。谁说要给他的啊？完了，钱全部都没了。吱吱吱吱吱。困ったな。哇，这种事也不能退货。做了就做了。何をふざけた顔をしておる。可以把那个铜像全部都溶解掉，然后改成做别的。气死哎！感谢礼物，感谢礼物。それこそ三メテオールであり、王の行い。だが。众人为难，他是专门夺去笑容的盛宴使者。なんだと？何だと？いい加減にしてください。ネファリエさんの言うことはもっともです。感觉他最气。ですが、怒りは何も生みません。アレクシスさんも、あなたが優秀だという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ます。我れは調子に乗る暇があったら王らしく想想解決辦法啊，对不对？従者のくせに何という威圧感。他被他的魄力给压住了。この組み合わせなら大丈夫かもな。大丈夫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です？行動力のあるアレクシスに冷静なネファリエ、それに。完美三人组合，哎，我感觉刚刚他们确实有展现这样的特色。没错。
3人に3メテオール役を任せたい。協力して頑張ってほし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私はフォレスティアですよ。ちょうどいいじゃないか。きっといい思い出になるよ。いい思い出って。貴様も3メテオールの苦労を知れ。你看深夜使者我の偉大さにも気づくだろう。不是规定只有一个人当，好吧？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当，没问题。何を？何を？二人ともちょっと不安しかないんですけど。刚才还很冷静，有没有？马上破功了。赤い服を着ているって作ってみたはいいの？啊，现在就可以偷看到了吗？似合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好想抽，これで想抽，送给我，送给我，你送给我，拜托。私がそんなことを思うのは間違って。他这个98分呐、啊，差的两分就是，ちょっといいかな。还没送我礼物，好不好？これは違うんです。違う？それ。三枚丢了的衣裳じゃないのか？不愧是一个正直的有为青年，超级淡定。嗯，这就是这个服装啊。そのつもりですけど、私が作ったものですし、間違っているかも。正解とか間違いとか別。そうは言っても、清流祭はヒューマンのお祭りですし。还把那个そうはしたくない。大铃铛有没有挂在那个头上？其实还蛮夸张的，所以他边走路就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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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了。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もちろんだよ。俺もクラウが笑っ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じゃあクラウ、頼んだよ。拜托你啦。私にもできること。おお。この衣装良いではないか。気に入ったぞ。わらわたちの分まで仕立てるのは大変だったのではないか。哇，是他制作，帮三个人制作。そうか。你看，好吧，我抽到，我抽到。ありがとう。三メテオールクラウ。深夜使者克拉尔。嗨嗨。喂，大変だ。哎，魔兽又来了。行く、皆の者。この格好のまま行くんですか？真的是穿这样去吗？この女王が言ったのだ。王とは民を導き、笑顔にする者。我々が先陣を切って楽しめば、享受庆典，对吧？穿着圣诞装去打怪，王の意志に従え。没问题。王の意志。王子は私に。他真的很单纯。笑いたい。好来带。みんな私は彼に導かれた。这个笑容由我来守护。我相信我等一下一定可以抽到他，抽得到，没问题。清流祭を目指して先へ進みましょう。大闹一场，没问题，马上来大闹一场，没问题，好吧，完全 OK。看到天意，相信这个房间秒满，秒满，好难念，绝对马上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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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来来来来来，跟我一起够，够起来够起来，完美的团队已经组成了，相信我们，胜利手到擒来，森林的子民哦，所以这个是森林的子民，好笑，他们耳朵都是兔了。走喽！我走的好快哦！干嘛？哎，就听。攻击好酷哦！等下可以给大家看他那个升级能力的部分，因为像我现在就还没有升，刚抽到，所以我按住是没有那个集气的，没有强力攻击可以用。但是没有关系，好不好？你看我完全在干嘛？打头阵啊！啊！远距离，
哦哟哟，哇，一个接一个，全部把敌人都解决掉了，辛苦我，辛苦了，没有关系，大家有我在，直接小 case 啊，小 case 啊 ，carry 着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是我在做事，好不好？我在做事。你要小心陷阱，想攻击我？解决，走，马上打 boss， 我们还可以变龙哦。呜，两条哎，日龙。光明突袭，成功吐死他们！哇，这好帅，好帅，好帅！趁现在偷看，还有一个变得像是人一样的巨大的人，感觉像变巨大天使一样，好酷哦！啊，我怎么都没有，我怎么都没有系统，我应该有啊，不然我这是何等的神韵男人，应该要有啊！等一下一定抽到，好不好？一定抽到。Yeah, 送到了，送到了，收到了，收到了，美好的笑容。哎，时间就差一点点了，差一点点。收下礼物。好伙伴，刚好就他。变成那个很帅的，另一个等级还太低了，好好加油，欸，等级越高才适合当我的伙伴，说不定到时候我们邀请了这么多，对不对？申请这么多好友，然后到时候回头一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加我，内幕。来，大家快点，高等级的一起来游玩，叛逆王子，巧克力 OU 哦。哎呦哎呦哎呦！有一个等级低，不过还好。哎呦，还被换掉了。不要犹豫了。OK，OK、OK, OK、就 OK， 好不好？那我们打完这一场，我觉得就是抽运的时刻。我的手指现在一直在累积着那个运气。我们等一下收收奖励。相信就够了，好不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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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移动真的好快啊！而且我的攻击也不错，远距离攻击，在后面 carry 着大家。我刚要去那个。升级我们的力量，忘了，我们不打箱子，我来打。被带走了，直接被带走了。Excuse me， 那个人也走得太着急了吧？直接跑去打王。哎，哎，好棒！正当我们在与小怪，哇，好帅，好帅！正当我们在与小怪激烈的对战的时候，那个 boss 直接被对方给秒了。OK， 好，没问题。OK， 那个速度，刚刚速度不够快，哇，这次速度非常的快了。我还没融化一次啊，可恶！酱油角。没有，好，来抽一下，哎，够哎，够哎，是不是？你看，对，我之前有买组合包，哎，对，还有这个登录奖励啊，好不好？那四千登录奖励我一定有，来抽中了。我觉得我们刚刚太过自信，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想说，其实抽到什么都可以啊。不过你看他，我愿意收下，好吧，我愿意收下，来交给我，
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一切就是随缘啦。这种游戏呢，就是缘分游戏啊，对不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不会太执着，对啊。他只有一个金，他只有一个金，而且是卡片。僕の力が役に立つなら。我不走了，我今天好衰哦，我今天好衰，又是晚餐，又晚餐，都是男生，一群臭男人，妹子呢？妹子呢？是有一衰就有二衰，有二衰就有三衰，很怕哎、欸。来吧，这个玛娜之环 ，mana 好不好？我们刚刚不是有获得一些 mana 呢，就可以在这里去使用，就可以增加你的角色的能力。它、啊、这边有很多，有没有？那关键是什么？除了攻击力啊 ，HP 以外，有些这个东东。就是获得能力，获得抗性，获得爆发攻击。爆发攻击就是那个机器的攻击。我们就学一下，叮，哦，能量条提升，好哎、欸。有没有这些就是需要花 mana？所以我们就要多多去累积自己的 mana， 就可以来让这些多多的解放。这是啊，这是啊。我觉得一定是少挑战，好不好？我们再挑战一关，再挑战一关，我觉得应该就可以让大家感受我的 mana。剧情我们就先跳过，那我这事后私下再看。那先要赶快打 ，skip， 有两关啊，我记得有两关，我等一下还要再看。星夜之战，来。团队游戏好不好？这个游戏呢，就是团队游戏，所以只要有你们，有我，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轻松的突破了。哎呦！哦呦呦呦呦！绝对没问题啊！完美队伍，别再跳来跳去了，可以可以，我们做得到，我们可以不要犹豫啊！换人，哇，还换对应的角色嘞。走了，我们现在战力十足，战力6597，你怕什么？你怕了吗？啊，不怕。课吧，成为课长。这游戏其实还不错啦，它的游戏的礼包还蛮多的，而且它不会说，哎、欸，你台战然后就有影响平衡性或什么的，它没有，因为你可以看到玩家跟玩家之间他们没有竞技场，所以我们不是对立的。我们是什么友好的，所以呢非常的欢迎课长，对不对？你越是课长越是值得成为我的朋友，就可以越能够 carry 着大家，或者是自己玩得很快乐，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他那些礼包设计还 OK， 还不错，对，让你只要这个有一点资金都可以尽情的宣泄。他除了一般的那种厨子以外，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礼包就可以去买，还不错，还不错，嗯，只要不会影响到彼此，对不对？就给个赞。我来看看我的，呜、哦，哎、欸，有人想打我，被打到，我还在看我的蓄气攻击啊！嘿呀，哎、欸，有人跳 gank 了，所以你看我的那个
一个角色是我的，所以我一个人承担两人份呢、欸，那一定很有问题啊！我已经快挂了，没关系，我会相信我的队友，队友不用怕，我来帮你蓄气攻击。等一下，那个我的血有点惨，我的血，我要小心躲避。没问题，不用怕，我们可以获胜。巨蛇哎、欸！哇！不用怕，一马当先，变身，给我跟他一起变，光明吐息，有，我吐死他了，这一看就觉得像是我吐的，他刚刚的变身真的很像是天使、欸。帅哦，除了那条龙以外，有一只很像天使，帅啊，稳过，一个都没挂 ，easy， 不就没有全部开箱，让他们打得都很快，那没关系，这个一定加价，有你们，让我轻松过关，感谢，来咯。逆向思考，唉，我觉得我今天运气真的没有，我觉得应该就抽不到了啦，这个要抽到真的太难了。不过既然还有一些龙辉金石，对不对？我觉得就用完了，好不好？用完就好了。那真的没有，我觉得也算了，这其实没有关系，抽不抽得到啊？就其实我觉得抽不到了，不可能抽得到了，我就是那么背啊，我觉得你运气很差，这没有啊。我们就是智囊团，告诉你不要再抽了。他刚刚配的那个乐特别特别的开心，也就特别特别的凸显我特别特别的很难过。喂，月龙。另一张金卡是哪一个？不是有两张刺青的吗？哦，这张王之威严，好不好？王之威严，其实威严，好不好？这是我是有威严的，啊，我有威严，只是没有运气，只有威严，没有运气，好不好？全部都给你们，全部都给你们。好啦，就推荐给大家这个失落的龙伴。这样，现在这个圣诞佳节，好不好？星夜，对不对？赶快都来抽抽，我抽不到的，为什么？新龙记全部都来给你们了，全部都留给你们了。三次不好的都被我抽走了，剩下都是好的啊。好啦，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这个游戏啦，想玩的好不好？我的聊天室又打给你们，可以去下载来游玩，任天堂制作的，对不对？游玩程度不错 ，BGN 赞，抽运衰的是我，你们一定好运。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么呢，我们稍作休息。休息，现在9:04，9:10之前会再度开台聊聊，好不好？希望大家稍安勿躁，我们等会再回来。我先去哭一下，好不好？我们等会见，大家拜拜，不能哭，不难过。